再来。晚期的话就是要做全身的治疗，就是要化疗或标靶。我们有很多的考量，级别、转移程度、症状，还有我们是不是有到人家的标准，它的效果、它的副作用、它的年龄、它的体能状态、它的心肺肝肾功能、病人的接受度，还有我们卫福部跟健保署有没有给付，还有万一没有给付的话，这个药能不能取得，然后自费药物的负担怎么样，再来病人的机会用于长期做的药，这个都想法很多，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点复杂的东西，有点复杂，但是大原则不会差，大原则不会差。我们这十几年来癌症就是化疗标靶进入免疫，免疫从2015年年底开始，标靶已经十几年了，化疗更久20年。但是跟各位报告一件事，不是这个取代这个，也不是这个取代这个，这三个都有它的角色，没有谁取代谁。好，那不是说标靶出来化疗都没有了，化疗还是很重要。那不是免疫出来标靶就不用了。其实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药其实是标靶，就是免疫。这个世界是公平，免疫得到最多的好处是西方，不是台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有基因突变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过70%是肺腺癌，现在70%是有突变，所以这些人其实标靶对他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外国的基因突变只有15%。好，所以免疫对没有基因突变的人效果比较好。我们讲的是一个统计数字哦。那我们有突变的人对免疫很好啊，也有突变的人对标靶不好。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的统计数字。我们有标靶人吃了5年了，也有标靶吃3个月以上，有吗？都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啊。我们有化疗打了3年的都还好好的，都有啊。又化疗打2个月就受不了了，也有。好，然后这些东西其实这个。这些状况，病人的状况重要，所以身心状态我还是在重叠，身心状态是最重要的。你的身心状态不稳定，其实你是没办法做你的治疗。我有病人不治疗啊，他知道肺癌，他没办法接受啊，他就走掉了，他就不治疗。有啊，我们都偶尔听到，是现在这种病人以前很多嘛，现在比较少，因为资讯开放了嘛，哦，就比较大家不会这么的不舒服。好，以前一提到之后就不敢讲，现在没有啊。对，现在好了，我们看化疗，简单介绍一下肺癌的药：太平洋紫杉、欧洲紫杉、健泽、温诺比、艾琳达，哈，啊，要搭配国内的药。好，所以原则上就是3到4周打一次，每个医师的打法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用分散剂量，有些人喜欢用高剂量。我艾琳达，好，艾琳达我一定用3个礼拜的标准剂量打。那其他的我习惯用分散剂量，因为副作用很大。我叫病人就是打2休1或打3休1，就是多来几次，但是剂量分散。但是艾琳达就是打1休2，就是3周打一次，因为它副作用相对很少。但是艾琳达是对腺细胞有效，鳞状细胞还是要靠这四个。每个细胞每个细胞的状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习惯打分散剂量，但是高剂量就是每3周打一次，就是打1休2。就是高剂量，那我习惯打2休1或打3休1，好，然后中间再加一个国内的药。原则上国内的药，国内总不见得，国内的药在这边，国内药是打六次就够了，6次我们就不再打了。国内是增加你化疗的效果。啊，当然现在还有新的，就是癌细胞跟新类的嘛，这个就是血管增生嘛，来增加，啊，这个我们不单打，来增加我化疗的效果。那这个就是纯自费，这两个都是纯自费，就是来增加我化疗效果。那这个就是3周配合他打，配合。但是标靶出来是不是比化疗都没效果？2、3中期的病人受付了辅助化疗，鳞状细胞跟小细胞，然后你没有基因突变的病人，那你吃了标靶又复发的病人。好，那你吃的标靶又抗抗血，这些人最后还是要打化疗，所以我说不是标靶替代化疗，化疗还是有它的角色，就是说我们有些病人是他就是没有标靶，标靶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基因来治疗标靶才有效，你没那个基因治疗标靶就没有效，所以这些人还是要回来打化疗。
然后再来，你吃了标靶之后，还是会抗药。抗药，你假如说接不上抗药性的标靶，你还是要化疗。哦，所以化疗还是很重要。各位要知道一个观念，能开刀就是要开刀。晚期的病人不能开刀的话，他的所有的存活是根据每个药的效果累积出来的。好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今天有五个化疗，有三个标靶的药，我腺细胞肺癌就讲我有八个药可以用，运气不错，我又有基因突变，我有八个药可以用。今天我的第一个药用了三年，我的第一个药是不是三年后才要接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的第一个药只用了三个月，我是不是第四个月就要接我第二个药？所以当然我每个药的效果越长，我的这个累积起来就会更好。好，以前是因为没有药，所以一个药就定生死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药很多，所以我们希望用最好的组合让你的每个月接下去，那你的每个药的接起来就是你所有的事情。那这个前提还是我刚讲的那个事情，身心状态，你的身体不好，心理不好，我接不上去，我打了一个药你就体累累啊，你就受不了了，我们就接不上去，纵使这么好的药我们也接不上去。标靶还是有副作用的，不是标靶就没有副作用，标靶还是有很大的副作用。标靶并不是这个药好，标靶是因为这是存活期，以前化疗的时候 很难撑两年，有了标靶之后，让病人可以他的存活期往上迈进了两年。那迈进这两年并不是因为这个药好，重点是你这个药好之后，我要把有基因突变的这些人找出来，就是我刚才讲要做基因检测。你没有基因突变的人，你吃这个药就没有意义。所以你要做基因检测，所以我们的标靶现在有两个，EGFR 我刚刚讲的，EGFR 还有 OAK， EGFR 有四个，艾瑞莎、德舒曼、投入克，这三个是第一，所以艾瑞莎、德舒曼、投入克，这两个是第一代的 EGFR 标靶，投入克是第二代的 EGFR 标靶，然后这三个药吃的有一天就会没效，但是每个人没效时间不一样。然后这三个药没效，然后再去做切片。假如你验出来有一个790号位点突变的人，你就可以接这个泰格沙、泰格利索。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月37万的药，我们要他降，他们现在在谈这件事。然后这些病人吃到没效，有50%的人，他会产生对这个药有效的抗药品。这个最有效的就是858跟19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人都知道。然后这些人一半的人会产生790号位点，就是来吃这个药。好，这是一群人。好，然后这个大概占了70%的病。好，就是腺细胞肺癌占了70%。好，有基因突变有70%。然后这种病人占了70%。好，就是EGFR突变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OAK， 中文你们听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很简单，四个字母就不要记这么大的中文。OAK 的话占了大概5%，好，占了5%，然后这个药就是有所谓的捷克瘤、利克癌跟 N。OAK 的病人比较特殊，跟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是这三个没效的抗药性的药是这边，那这个药就没有这么明显说这个没效来，这个是来救他的，或这个没效来没有。他们 OAK 的病人跟 EGFR 病人的属性不一样，好 ，OAK 的病人会比 EGFR。这个是药比病人多的病。所以艾德舒曼、艾瑞莎、投入克跟化疗比，明显就差了一截。所以它增加它的反应，它不只是效果更久，而且更有效。就是说，化疗只有30-40%的有效，标靶的话70%的人会有效，会有反应。但是有效之后大概。平均两年多之后还是会没效，就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。那抗药性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你验出来有基因突变来吃第三代的标靶。好，所以这个就，然后第三代标靶之后，你然后接了上去的时候，你的平均存活期又可以往后拉，再往后拉。那这个抗药性的标靶又有另外一个抗药性，叫做七
796、797S 已经知道了，但是下那个药还在研发。好，你懂吗？就是会这个呼吸，说你要一直能够接下去，接下去，你就可以一直 survive 下去。我们以前突变的人就吃标靶，哦，因为那时候救星还没出来，所以没效就是要打化疗、打化疗、打化疗，看看以后我们继续吃标靶。啊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你吃标靶没效之后，你就要验有没有这个基因突变，有的话就是吃标靶，没有的话再来打化疗。还是简单讲一下，来，我会讲完的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那 OCK 是药比病人多的东西，好 ，OCK 是药比病人多，一样的道理。OCK 比较麻烦是它会脑部转移，但是脑部转移的病人活得比较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它的突变也是一样，有不同的基因突变。那它的就是跟那个抑制药不一样，它不是哪一个药就哪一个，有可能他们这些 OCK 病有可能最后就轮流一直用。所以他们的喜欢的活得比较久，好，我不可能比较好。所以整个特定化治疗就是我要验基因突变，就是验这两个，啊，有突变治标靶，没有突变就是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其实不是只有抑制药跟 OCK， 这是我们台湾有药，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已经证实的叫做罗斯万跟普拉，这两个其实在该那里面也是建议都要验，但是我们台湾也没有药，而且现在我们还没办法。没有人出现的，不然理论上这两个也是有基因，有基因突变也是有药，已经确定是有药。啊，其实这个是未来的，我们现在在努力做这个，让这两个的病人也能验，也有虽然也是5%的病人，但这病人也是一个机会。啊，那这个的70%，这个5%，那这些病人也是一个机会。